你扔了。那个绳子我这儿让他老实点。你扔一。你知不知道？一点，就得接才不疼吗？我自己打针。你自己打针那能行吗？我哭怎么办？那你就哭。可以哭，可以喊，但是不可以动。跟腿放在这个夹子上。对，然后这个手，咱右侧胳膊，两个这个手，哎，对，好，一下就好，一下就好，他是不是都不疼啊？完事儿了，没事了，没事吗？完事儿了，没事吗？怎么不疼呢？